弟子无其愿世界和平平安健康，是愿至哀普救大家人人免受疫疾苦。愿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二十部，心经二十部，金刚经二十部，阿弥陀经二十部，礼佛大忏悔文拜忏悔八十八佛，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二部，楞严咒、大悲咒、大小咒、心经，随喜就念，救大家人人都离一切劫难，世界和平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、冤亲债主、对不起的人。愿以此常斋戒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消除宿现业，更灭众生苦，天灾人祸劫息皆尽灭除，人人皆仁义忠孝，更备至增长诸福慧，圆成圣善根。常诵十思维末法转位正，法界诸含实证无上法忍，发大菩提心同证无上道，菩萨大德们共随喜，功德回向如素，是行菩萨道的先进，感谢的慈悲。南无念成押音同拿摩。